一定要有树林哦。为什么要树林呢？它因为它睡在下面哦，像那个寒那个什么，那个露水，那个风，那躲东北风啊、哦。所以我们这个就水上养的有三公，它那个树林保护得很好，哦才会住哦。那个水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哦、不要很多那个什么大缸的，有点有香味，一点点，然后那个露水哈、哦，露水一点点来，它就饱了哈、哦。这样它的蝴蝶它的蜜源是水，还有那个花蜜，还有腐烂的那个水果啦，就是那个就是有味道的，它都很喜欢。嗯，那水没有味道，应该是没有味道。